在这个游戏里，一场战斗的胜利首先是武将的强弱决定了带领队伍能否赢下比赛。我用的是如奔马的张飞，枪如惊雷的赵云，其次要兵力充足，两个一级骑兵合成一个二级骑兵，两个二级枪兵合成一个三级枪兵，兵种合体，兵位增多，战力飙升，还有多种兵种和阵型搭配。